Hello， 欢迎来到小金的轮滑教室。这是一部360度的影片。如果你是使用电脑观赏的话，你可以用键盘上 WASD 四个英文字母来当作视线上上下左右的调整。如果你是使用手机观看的话，你可以将双手握住手机，配合着视线做上下左右的平移，让你仿佛身临其境一般的观赏影片。你也可以使用你的 VR 头盔，让你更身临其境之中欣赏这座美丽的岛屿。那就来让我们一起探索这座台南的渔光岛。